甲子连心，任重道远。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创校60周年。近日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在香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，回望这间顶尖学府走来的漫漫长路和一路坚守的办学理念，他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大的初心和使命。中大的使命了啊，这个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啊，融汇中国与西方。这个使命是虽然是60年前写下来的，可是到现在还是很适合。中大身处香港，这个已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地位了啊。我常常跟他讲 ，Hourglass 中间那条颈子，那个就是香港，那个也是中大。融汇东西要从人开始。段崇智直言，中文大学是香港唯一实行书院制的大学。这一特殊制度有力促进了人际和文化的深度交流。这个融汇中国与西方呢，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书院嘛。书院是 perfect place， 最好这样做着，因为我们既有本地生，也有内地的，也有全世界来的。我们跟其他学校合作的时候，有这种的构想，一帮忙的时候呢，以后就是这个桃园结义了。让他们深入的去了解彼此做的什么东西，这样子就是一个中西交流融汇中国与西方的最好的方法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大学的目标在于育人。在段崇智看来，培育既有家国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大学生是中大一直以来的目标。一定要有家国情怀，有世界视野，就首先要认识究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。我们一直都有这个中华传承的这一门的一个通识教育的一课。最近我们加了两个课题，一个呢是认识中国，另外是中国限制秩序与香港。第二呢就是能够对社会有责任感。我们的毕业生在学校学到很多的知识技能出来以后呢，能够为香港国家跟全世界尽责任。现在其实地球啊最要紧的就是可持续发展，所以我们在通识教育里面呢都里面有这个可持续发展这题目在里面。年少时赴美求学，学成归港后赴中大任职，数十年时间，段崇智经历了香港科研领域的蝶变发展。香港的科研其实90年代才开始的，以前是教书的大学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离开香港去美国念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是没有什么科研的。不过现在香港的科研真的做得很好，中大已经有4个独角兽出来了，另外一个在深圳成立的，就是深圳研究院，是有3条腿的啊，一个是教育，一个是科研，第三个呢是创新中心。里面呢，我们就给中大的校友、老师、中大的同学有机会在那里 start up 创新。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，段崇智始终坚信祖国天地广阔，香港大有可为。作为香港第一间踏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大学，港中大早在2006年就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成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，此后又相继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。展望未来，段崇智目标明确，港中大将立足自身优势特色，做好桥梁和中间人的角色。有好几个方向的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教学 的方式，书院制，这个书院制呢是我们中大独特的一个传统了哈，内地很多大学都想学习的。第二呢就是科研，刚才我已经举了很多例子，有技术方面做得很好，假如能够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可以带到大湾区去发展的话更好。然后第三呢就是人才的交流，现在通关了以后呢，很多 内地的大学都来访问我们，大家都很渴望交流，而且呢可以合作。还有最后就是回到我们的使命了，就是融汇中国与西方。我们的全球的关系非常好，我们有差不多460多个这个合作的项目啊。假如内地的大学要跟某某大学要合作，可能有一点困难，中大就可以有这个角色。